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夏。这头猪的话，练成了大金刚腿了，天天欺负他的同伴，搞得整个猪圈鸡犬不宁，被我朋友给宰了，卖给我500块钱。这个猪脚有25斤哈，我们来打窝身后这个15米长的这个水坑，进去吧。好，我们等30天啊，这个猪充分发酵之后，我们再过来抽。我们开船开了2个小时啊，终于到达这个东魁岛了。就停在这边，1、2、3。大爪都上了，方向又灵了，是。掉下去了，慢点哦，很滑。想跑，我想跑。哎。哦，这盲鱼可以啊，一条石斑，这石斑问题呀，又一条盲鱼，来一条，又是，跟刚才那个是好兄弟一对的。哎呀，看看咬，他快咬我，到处都是鱼。哇，红口鱼，2斤多，又来一条。大爪鱼自己跑出来，哇，这么重，就吃了2斤多，被它吸起来了，真的是大力士，吸金大法，练了第9级了。这里还有，甩进去了，哇，哇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大爪鱼，哎，大爪鱼刚刚把这只石斑鱼给吸住了，石斑鱼这条有个1斤，这个是小八爪。我能不能制服他？能不能降服他？石斑鱼，哇，这抓鱼也太简单了吧！又来一条大青龙，1斤多。你看我今天都是单手抓鱼的，厉不厉害？哇，又摸到一条，哦，这边还有条小鲈鱼啊！哇哈，这条大了，这种石斑1斤至少150。来一个，跑哪里去？终于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了，原来是一条大红鱼，3斤多。来了，哇！进去，不要出来。它在爬山，它在登山。哎，这边，哇！先把这八爪给收服了。啊，这里这里，哦，一条小猫齿，太小了，带我放生。我直接扔到外面去吧，因为这外面就是海了。飞翔吧，骄傲的少年啊！哇，这你看，我右手边一只八爪，左手边也一只八爪。你看我同时两只手同时发力。呀，你看。1斤多，左手一只八爪，右手一只八爪，都是1斤多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八爪鱼，数一数它吸了几个石头，1个。哎呦，刚刚好几个了，掉光了，只剩下1个石头了。嗯，红色蜘蛛啊，看我投篮，进去。哦，又是大石斑，投篮。哇，今天八爪鱼的窝啊！哇，有大有小，大的3斤多，小的1斤多。飞翔吧，石斑鱼和八爪鱼还有盲鱼，今天都是巨窝了。算算垃圾，给它带走。好，这里石斑。很不好抓，很不好抓，终于制服他了。先放这里，站呀！八爪鱼全部越狱了，你看，全部越狱。哦，现在来好好收拾洞穴里面的
鳗鱼的。来了，进去了，进去吧你。他没地方跑了，石头给我搬出来，他又往哪里？在你屁股后面。没有。有。啊，真的在我屁股后面，相公。哦，很屌，很屌。你小心啊。哦，小已经很小心了，两只手。太硬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咬我，咬我。要抓前面。咬我，咬我。哇、哦。他又偷偷的跑到你屁股后面去。对，不要差点干嘛？不要说这么敏感的词汇。啊，这条鳗鱼我抓住了，难逢对手，看还是把它制服了。进去喽。你看，是石头呀。这鱼跟石头颜色一模一样，不认真看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鱼。哇，这好像是海里面三大毒鱼之一的虎鱼啊。小这个刺一下的话，你要进 ICU 急救的。太小了，放生吧。开始点名，点名喽，一个一个来。石斑鱼，红骨鱼，花鳗，青鳗。石斑鱼今天，哇哦，把自己的头都干破了。这种花鳗刚才就制服它花了很多时间。你看，这鳗鱼喜欢躲在这种瓶瓶罐罐里面啊。我去了，这个，这大风招了一点。哦，还有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热闹景象。打架了，打架喽！哦哦哦，走喽！我船停在这边啊。大鱼先上，这个一斤三十，红骨鱼，一斤三十，288块，八爪鱼先蒸吧。今天这种八爪鱼非常好吃，2碗六十八，啊，花鳗和这个土贵蒜130，下来了，877，一共1694块哈，这么多，今天还不错。1694，好听一点啊。一起收款1695元。那我们回去了哈，去烹饪局的房外吃一下，肚子饿了，空空架了。今天的话，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菜式，这个是那个酿酒的红曲啊，酒糟拿去做成了这个酒糟大黄鱼，啊，这个已经腌制过了，这个酒糟的话非常香哈。然后我们拿去清蒸，我们从小吃到大的。九糟黄瓜鱼，好，上去蒸8到10分钟哈，可以出锅了。那我们静态出锅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我们已经闻到一股淡淡的酒香味了，哇，出锅了，好香啊！试一试九糟大黄鱼的，尝一下我们这个大黄鱼啊，哇，这肉质多白多嫩，嗯，好吃。嗯，特别清甜，这个肉质真的很好吃。没有吃过大黄鱼的人无法感受到其中的美味，真的可以，真的非常不错。哇，你看，满满的都是肉，一点刺都没有。嗯，好爽，很满足啊。那今天视频先到这边，喜欢阿酱的加入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